好，大家好啊！中场回来休息以后啊，我们继续关注比赛。正在播放的是2023年的德国大师赛啊，这是第五局啊。朱跃龙与杰克琼斯2-2打平啊。上半场2-2打平，这是下半场的第一局啊。Nine. 右下底带啊，可以连接啊。好啊，一库过来以后啊，直接叫到篮球。好，下来以后啊，左下底带。但是形成了一杆赫斯诺啊。15. 没问题啊。16. 继续连接。直接蹬下来啊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21. 好啊，直接连接粉球啊，左侧中大。没有问题啊，直接叫左右两边啊，底带。28. 好啊，还是继续叫到粉球啊，左侧的一库。起来以后没问题啊。其实啊，围绕着粉球啊，处理4套，差不多就超分了啊。35. 现在是领先了30分啊。好，底库一库弹起，依然叫到粉球啊！只要稳着打啊，不要出现不该有的失误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一局。42. 这个身法啊，好啊，打进。中离杆点位，轻轻的刹车，刹车杆法啊，然后左 49. 下底带打完以后啊，还是去叫粉球。
好啊，不错啊。56。转角的两库起来以后，右侧中带的连接，嗯。台面还有43分啊，没问题了啊，这一局也是毫无疑问拿下了。好，直接推进啊，推进以后下来叫粉底库啊，还有一个红球啊需要去被处理，最后一颗红球啊，中高杆还是打进，没问题啊。好，底库的一库起来也是叫到最后一颗红球，嗯。嗯，打粉球啊，打粉球，这个黑球被贴死了啊。77。嗯，好，最后的轻彩球了。79。嗯，这个绿球啊，看看能不能打进。好，哎，没问题，同样也是薄进啊。两库起来啊，还是咖啡加长啊。嗯，看看杰克琼斯是什么表情啊。台面还有18分啊，打了以后能过百。哎，黑球也是叫到，嗯，最后一颗，嗯，清台了。好，恭喜周跃龙啊，3-2领先。